大家好，我是女神英文录夜幕魅影的制作人老威，很荣幸受邀本次 TapTap 游戏发布会来分享项目的最新情报。女神英文录夜幕魅影是基于女神英文录 IP 的手游新作，在今年三月进行的潜入测试中，我们初步向玩家展示了 P5X 的游戏特色，即在还原 P5 酷潮的视听基础上，同时也致力为玩家呈现出原作标志性的都市模拟加异世界冒险双核心玩法。P5X 的二测觉醒测试即将与玩家见面，新的剧情将起始于新的舞台。路边的占卜少女似乎遇见了主人公忧喜参半的宿命。之前与大家有过一面之缘的加纳俊，也将作为本次故事的核心角色再次登场。加纳虽然外表冷酷，但他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坚持。正因为如此，他陷入了某位知名社会人物的算计之中。为了攻克虚室编织的牢笼，怪盗团也将缔结各种新的羁绊，让我们期待获得新战力的怪盗团能带来什么样的活跃表现吧。最后，借着本次发布会的契机，我们将公布一个重磅消息。ワンダード、ペルソナ5、ザ。ファントム X、事前登録受付中。会えるの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る。女神异闻录夜幕魅影公开全新怪盗团成员，预计2023年第三季度开启第二次测试，同期将有新剧情和新殿堂，敬请期待怪盗团的新行动。